姐弄不通，这喝多了找他前任不太好吧？不行，我去找他看着点他吧。他马上就得回来，啊，为啥呀？你看吧。啊？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咋回来了呢？哪有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穿一身什么没穿鞋？手机呢，姐？啊，没。我看我手机呢。没有。啊，这谁看见你手机了？我手机呢？嘿、hey, Siri， 别去！你在哪儿？我在这。干嘛呀？哎，干嘛？我用手机吗？不给，快点！哎，你姐，你咋对真对你姐呢？嗯，非要去是不是？对，为爱，你懂吗？不管，你随便。管得着吗你？别跟你姐再说，也为你好。嗯，为我好，为我好就应该支持我。行，那你去吧，完家里我照顾啊。嗯，不是，我是那个啥，你照顾我喝多了，我也不能走啊，对吧？你这家里，你姐就是我姐，就是咱。我不去啊，我照顾就行，不是，姐那什么，主要是他你喝酒了，我也不放心你搁我家，对不？不是，那有啥不放心的？睡觉啊，睡觉。我睡外边吧。我睡外头。我上厕所了，我上厕所了，赶紧给我进来。劝回来了。要去厕所。啊，我想上厕所。那你上吧。嗯。哎，啊，咋了姐？他咋回来了呢？我骗他的，我说他，嗯，我说家里有我。开玩笑呀，嗯，啊。